原来，哇！说到这个《剑与》这个手游，我只能说，优秀的手机游戏来了。这游戏跟我们的那个很像啊，混沌啊。我先想一下要说什么。我也想要先介绍新的东西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誓约推荐。这有新角色吗？哇，我就知道。那我们直接看一下这一只的那个，东江这一下。但我希望这期可以跟我们的那个混沌传奇一样。8万8，你也看今天获得的实战了，所以他其实还蛮佛心的耶，免费送大家英雄哦。我记得还有小窝小窝在哪里啊？小窝，这旅馆，旅馆是我觉得它最好玩的东西。